这边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下半场，这边果然是涛的手艺人啊，因为这个阵容其实在监管者当中呢，我觉得破轮被搬掉以后确实要四杀这个阵容好像很难，你再去掏一个有机会的点，那你又要你，而且你还要保住自己的一个下限，你不能说对吧，上来拼一枪没了就没了的，比如掏个约瑟夫捡不到就没了，这毕竟是比赛。所以现在对于权者来讲，我觉得啊，对于监管者来讲呢，就是，但我觉得他带的是船嘛，张狂果然是我分析对了。然后看看他，我本来想的是他带传送，对，果然是这个天赋啊，张狂，然后带传送，可以。思路上面来讲，我觉得我跟他想的是一样的，但是结果如何呢？其实这个结果更多的是。没什么结果，因为对面这个阵容又扎实，对面又是梦之队，想要去完成四抓就需要的是对面求生者方面给到一个重大的失误，一个都不够，你要四杀守夜人打这个一个，像昨天那种就是取悦上来遇到一个震慑够不够，以我们大陆赛区这些职业选手的实力来讲，他们可以凭借着他们操作和运营把这个局面拉回来，至少拉回到开门战跑一个，我觉得有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吧，这把穷者怎么打，或者说监管者怎么打。穷者这边的话其实不需要太多用力，他们就是能牵制牵制，不能牵制的话就拉点就好了，就拉拉时间嘛，拖拖时间，反正所有的板子该下的下，拉开不给你任何机会，现在已经知道你是一个传送了对吧，那你传送交完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些点本来怕你个闪现震慑的现在都不怕了，游戏打到这边已经结束了，游戏打到这边已经结束了。传送这个东西，因为你前期不用呢确实这个技能在身上面浪费，但是你用了呢，如果说像刚才那样传到古董商这边也没啥用，就期待第三局吧。这把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感觉这把求生者会往死里摁。什么叫往死里摁呢？他们上一局第一局就给你搞一个三人三跑，什么留大副的搏命，这一局优势更大，大副这搏命更加留，就他们这一局可能会把昨天没打好的这个心中的阴霾啊在这一局释放，就在今天这场比赛释放，昨天没打好对吧，可能还有一些不是特别理智的观众对吧，发起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那么今天哎，我状态调整过来了，是不是得好好表现，怎么好好表现呢，三人三跑四人四跑，大副这边是翻了道具过来，一波吸昆虫倒地，留不留这个搏命，留不留这个搏命，讲道理这个搏命可留，但目前来看吴昕这边是带着道具过来的，他是要把这个怀表给到这边的昆虫，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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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搏命，要留搏命，果然还是要留搏命啊，又要留大副的搏命，能不能当个人捞下来，好，这边大副先摇块怀表确保自己的安全，因为大副这边确保自己是个满血呢就不怕有任何的意外了，你真的出点什么问题，我大副搏命一套也走了，机子压好了，这边的话开门战追古董商，这两边的门现在都在点，我刚才其实有些话还没讲完，就是当看到这个局面，又从对手第一局留大副搏命四人开门战那种他们的气势来看呢，我觉得这把可能是要冲四跑的嘛，这个时候该干嘛呢，针对那个心理学家打可能会相对来讲会好一点，这一轮止戈打完强行点门，再补一棍再点门，你就看着我点吧，好，这边的话再坐一波车，然后穷者这边的话大副因为手里还有个怀表，他是可以顶着这个挽留把人救下来的，现在的话穷者这边如果真要争四跑呢，他们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拖挽留，这边一波风吸没吸，
哎，这这样的话，古董商手里面还有一轮新的棍子 CD 啊，新棍子好了，我一跳到脸上，反手一棍，这一棍没打出止戈效果，没有飞轮，一刀，打不打？30秒挽留结束，这不打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这不大夫的薄命都留着呢，这能不打？你有挽留我都得打，更别说你没挽留。没，全员不走的，因为他们这个局跑一个就能拿下这个大局，本身就没有什么压力，这不得往死里整。来了，看无心打个震慑，说实话都没有办法能把这个局打成一个平局啊。挽留现在是已经结束了，这心理学啊，三血三刀解，一波风吸了三个人，抬一刀没打中，哎，这怎么卡了呀？我的老天爷，这时候你给我卡了是什么鬼？这个打法是有点少见，对，所以说让大家先缓一下，先缓一下。这一波我觉得是刚刚还是比较的精彩的。对，这一波是有点能上那种回装诱惑的那种感觉了，这个是，这个太戏剧性了，一连串，主要是什么？就是太巧了，正好就是我连棍让你坐牢看着我点门，门实在点不过一波车，但是车正好又来了，本身这个车上不了的，但是他把它吸过来了，吸过来把你吸到了一个能上车的位置，那就上车了，上车也还行，我去等你，你下车就倒，对，但是他又偏不在下车点等他，还偏要去试那个拐角吸，是，对，然后就导致他没有办法按时到那个不被撞的那个侧面了，他只能赶到被撞的，他其实都不用搁那吸啊，我就到那个门口等你，我一刀下完下车等你啊，对啊，对啊，我吸下来我也得打一刀，也得打一个插刀呀，而且你在那边等更稳定一点嘛，对，然后再铺垫这么一个就是准备你救人去拖挽留一个节奏嘛，我觉得求生者可能开门站运气比较不好的一个点在于没翻到位移道具，对吧？我们先看一下，回到比赛，这个其实。反正怎么样都一样了，这边好像是古董商卡了，那这边古董商倒地，还想再留人，留个大夫有没有？没有，没有的话应该，哎，还想打吗？哎，你别说，这边的话把古董商摸起来还能打，这边心里是个满血，心里是个满血，古董商有飞轮，能不能叫自己？前面有地窖，哎，来不及，有点卡卡的呀。还想打，真的是要打呀，这也要再打，你们这给对面稍微留点薄面好不啦，啊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地留下一个，你还想走啊，对吧，装了那啥还想走啊，这边大副跳地窖，这个位置的话大副一定是直接走地窖的，因为大副走门的话会被传，大副走门会被传，所以大副这边是应该直线跳地窖，剩下两个满血的人拦不住，这个还是职业选手的一个基本素养，走门是会被留的，所以这边选择跳地窖。